快递怎么来这么早啊？来啦！等一下。Hello。师母好。师母好。张教授的男团成员啊，欢迎欢迎。男团。哎，师母，你真有眼光，但他不是，我是。你们俩一看就都是完颜团的，能被你们两个记住，简直就是我的荣幸。师母太客气了，其实咱们当时在实验室门口见过，但是没来得及打招呼。这哪止实验室啊，师母可是老大正儿八经在朋友圈官宣的好吗？我当时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跟老大关系不一般。啊，还有老大那照片一发，我都惊了呆了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老大秀恩爱。不只是我，这简直是全校的大新闻。哎呀，你们别师母师母的叫了，多不好意思。快进来。就是呀，他算哪门子师母呀？是奶奶还差不多。翠雨，你哥呢？哎，我就奇了怪了，你怎么去哪儿都晒不黑啊？小鱼给你图什么呀？这个你拿着，你以后出门的时候记得涂，小心得皮肤癌。什么味儿啊？哦，恋爱的酸臭。哎呀，我呀还是想念原来温室那些药材的味道。原来的温室，出门右拐到底。这朋友圈不是都官宣了吗？你怎么还那么害羞啊？这也没别人，你跟我说说，是不是好事也讲定了？庄教授，我请你正面回答。防晒霜。啊？涂的是防晒霜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，你到时候摆喜酒的时候可不能不带我。再说了，就我这气质，怎么也得是个伴郎吧？哎，不过你别说啊，你们那个官宣照片啊，拍的还真不错。这次采样是不是小鱼也帮了不少忙？你哪儿听说的？你看啊，你们这张照片不光有两个主体，其中的内涵也非常丰富。这是清水山吧？这后边是山顶吧？你们那黄花蒿是在这附近找来的吧？小鱼带你去的吧？嗯，哎，你看这老话说得好，这军功章有你的一半，也有人小鱼的一半。这老话比你还年轻哎！不是你别跟我这臭贫，我跟你说认真的呢。人小鱼挺好的，要我说呀，这全世界没有人再会像小鱼一样对你这么用心了。你要是把人气跑了，我可不帮你。听见没？不用你帮。我们要不要换上鞋呀？嗯，不用不用，你们来得巧，前几天刚有朋友收拾过，家里平时很乱的，也不讲究这些。这不太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而且我也没有多余的拖鞋，没事，快进来吧。小慧，没事没事，快进来吧。打扰了师母。喝水。谢谢师母，谢谢师母。庄宇是几个意思？脏活累活都丢给你干。我们是心甘情愿的。对，是我们做的不好。老大把我们搞不定的数据都重新跑了一遍，估计得在实验室搞一天。小慧一个人在家又不放心，就是跟他沟通的不太顺畅。这哪是不顺畅，这简直是堵塞好吗？包在姐身上。真的吗？怪不得老大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来找你。他说的。他说你们比较聊得来。瞎说，我跟这个阿姨呀，一点共同语言也没有。太好了，我正好也没话跟你说，那就都闭嘴喝水吧。不要，我要是姚乐。姚乐，老阿姨，姚姚乐都不知道。好好说话，不说清楚更不给你吃。就是零食。不愧是老大的女人，这其实就是作，少对人家评头论足。
老大交代不让他吃零食，让他把作业都做完。没有摇摇乐，我才不做。行啊，随你呗，我还懒得管你呢，反正也没有共同语言。哼。不好意思，看一下手机啊。是谁啊？是不是哪个暗恋庄教授的自己 P 上去的？不是哦，我这是从吴老师的手机上偷拍的哦，如假包换庄教授朋友圈。庄教授居然有朋友圈啊？据我观察，朋友圈里只有这一张照片。什么情况？女朋友官宣？庄教授可是公有财产啊，被谁私有化了？这谁啊？怎么配得上庄教授啊？师母，这些人就是嫉妒。好啦，这个女生还蛮好看的呀，庄教授配得上她。这小爱就丢我这儿，你们去找老大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啦，这点忙姐还是能帮得上的。嗯，怎么还把我移出群聊了？嗯，那谢谢师母，我们走。师母再见，师母再见。我怎么说的？这老大的女人啊，气势磅礴，手段高手，魔鬼弟弟，无处出招。Respect， 双鸭，不愧是男的。现在几点了？去，你干嘛去啊？等等我！实验结果马上出来了，你不着急啊？哦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不想喝水，还喝奶吗？哼！哎，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餐厅，听说味道不错。走，这顿我请。不用了。我得回趟家，吃完了再回去嘛，又耽误不了多长时间。孩子还在家里，到点吃不上饭会暴躁。庄穗宇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肚子饿得很，心情可不是太好。你不要这副脸对着我，我可不是你哥，对你没有教育义务，你这作业爱做不做。我不叫庄穗宇，老阿姨威风话。我也不叫老阿姨。听你那俩徒弟的意思，你那弟弟好像挺难相处的。这小鱼一个人吧，怕是搞不……火急火燎的，还说没在一起呢，这都老婆孩子热炕头了。哎呀，这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啥时候能轮到我呀？我要吃摇摇乐，喊了这么久还有电呢。你不给我买，我就一直喊。摇摇乐，摇摇乐，摇摇乐，我要吃摇摇乐，摇摇乐。不准看。来了。你买摇摇乐了？你看我像是有闲钱买摇摇乐的样子吗？他逼我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自觉的小学生。什么作业啦？不用你管。你紧张什么？该不会是题目做不来，怕我嘲笑你吧？我都会。那你给我看看。老师说了，三年级以上的题你们大人就看不懂了。我现在做的是四年级的题。哎，你看得懂？哎呦呵，四年级的小学生还当出自信来了。一个数学题能写那么长？这可是附加题，可复杂了。这里加条辅助线，用相似三角形，这三步不就出来了？啊？哼，我看你这名字取得好，庄慧不是真慧。我不叫这名字。那看来你还是更喜欢叫穗宇喽。好好检查检查，题目都做对了再喊摇摇乐。
你喜欢吃这个？对呀对呀，多吃外卖对身体不好嘛。番茄中含有很多营养成分，还有茄红素，是不是很健康？茄红素是脂溶的。我当然知道加油加热是最好的啦，但聊胜于无，安慰剂效应也是效应嘛。要不，你带我去吃个更好的。